这种仗，战狼会怎么打？ 大家晚上好，谢谢大家来到洛杉矶，好事连连，好像有人在祝福我，在给我带来好运。我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媳妇儿岳秀清，谢谢他，谢谢组委会把这份殊荣给了我。苏先生和英文传媒引领中美电影节。 走过了13年，我觉得他们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。我呢，继续努力着，用更好的人物形象来回报厚爱我的观众们。谢谢中美电影节，中美电影节越办越好。